接下来呢，给大家说一下多模块开发的时候的一个注意点，否则就踩到坑里边去了。这个代码呢，是我昨天新写的。这个代码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来完成一件事情，它用多模块来体现。同学们切记，一个程序和一个 PI 文件是不等价的，一个程序有可能有多个模块组成，听懂了吧？一个程序有多个模块组成，举个例子，像这个程序有一个叫做 receive message 的 PY， 一看就知道是接收消息的，有一个模块叫 handle message， 处理消息的，还有一个模块叫 man PY， 这个模块负责干什么呢？调用那些模块。实际的开发就是这个道理，有 N 个模块组成，而不是一个 PY 啊。好了，复制一份，同学们，我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代码呢。我粘贴之后，我给大家理一遍，你就懂了。我复制一份这个代码，然后呢，回到这里边来退出来啊。然后我 sublim 啊 ，subl， 然后比方说这个叫做 man 点 PY， 打开，好、啊，写成了什么点 PY 了？写成了面点 PY 是吧？不可饶恕啊 ！subl 然后 man 点 PY 打开啊，不能写面啊，写面不对。然后右击，来同学们粘贴，这个代码是不是过去了吧？可以说 S 保存，那就可以了。然后直接在双击这个地方可以再新建一个，把谁呢？把上面的代码，你把它直接全部复制过去 ，Ctrl+C 啊 ，Ctrl+C， 接下来右击粘贴，好了 ，Ctrl+S 保存，保存叫什么呢？首先你得找个路径，桌面上的这个的这个下面，我叫个什么名呢？就叫做 handle_message.py， 好了，我再双击一个。我这个地方呢，再把这个复制过来，注意看啊，是理解要比写这个代码还要重要。暂贴保存，还是我刚刚的那个路径，这个叫做什么呢？ receive message 的 PY。 好了，同学们，现在有三个，接下来呢看一下啊，现在这三个模块是不是都已经来了吧？那么接下来我干件什么事情呢？我把代码打开，同学们，我接下来给大家咱们说一下我这个代码的一个初衷是想给你表达什么意思。其他的我就关闭啊，其他的我就关闭了。好了，先看这个。慢点 PY 在一个真正的开发过程当中，往往起到的作用是调其他模块，具体的功能都在其他模块里边写，慢里边往往没有具体的实现。那我最终想要干什么呢？我最终的作用是我想要收一个数据，接下来我处理数据，如果处理完了呢，我接下来再去收一个数据。注意听，我先收处理再收，简单吧？看着，收数据我把它放到了这个模块里边来，收数据我把它放到这个模块里边来，有一个叫做 receive message。 那么我怎么去模拟的这个东西呢？同学们注意听，我模拟了一件事情，我让 receive message 来模拟接收数据，当然你把它换成 UDP TCP 的 receive 没有任何问题啊。接收数据模拟啊，模拟就我为了调试呢，这个地方打印了一个杠杠杠，然后一个箭头 receive message， 即意味着这个函数现在被调用。我 for 循环五次，是不是相当于什么什么什么 append 了五次了吧？那这个叫 receive data list 在哪呢？还有一个模块啊，刚刚没有考虑过了，还有个东西叫什么呢？哎，漏了一个模块，忘了写啊，漏了一个模块，忘了给大家。来 ，OK， 我直接给大家写，这个模块里边有什么东西呢？有两个变量。一个呢叫做 receive data 下划线 list， 它等于一个列表，用来存储数据，就存储接收到的数据，听懂我意思了吧？还有一个变量叫做什么呢？大写的 handle 啊，大写键 handle， 然后接下来有个叫做 flag 等于 true 啊，等于 false。用来标记是否处理完成， true 表示处理完成， false 表示没有处理完成，这是默认的情况，听懂了吧？好了， Ctrl+S 保存。那么这个我叫它什么呢？这个我叫它 comment.py。 好了，那么保存，大家可以看一下Mind PY receive message handle message 是不是还有个东西叫做 comment？ 我为什么要有 comment 呢？因为我的出发点是这样，你注意听这个思想，
Receive message 只负责收。Handle message 是不是只负责处理啊？那么你收到你一找个地方存，那么你接下来叫我去处理，你得告诉我从哪里边获取数据，请问是不是还可以吧？所以说我接下来就产生了一个想法，是干件什么事情呢？看最后一个图啊，看最后一个图。我呢就在这个地方，我有这么几个模块， Manner TY 是用来调的，这个是用来接收数据的，这个是用来处理数据的。你不是说你收到数据之后让这个模块里边的东西来处理吗？我干了件什么事情呢？我把你收到数据之后存储的那个列表定义在大家公用的模块里边去，听清楚了吧？我放在一个普通的一个 comment.py 里边去，这不就公用的模块了吗？你 from 导入，请问你是不是 from 是不是也可以导入？同吧，没有任何问题，看着啊，这个是公用的，我把一些大家都想用的东西都放在这儿，你不是搜吗？你搜去吧。请问你搜完之后，是不是咱们想让它往这个列表里边存呀？让它往这个列表里边存，你是不是应该是先 from common import receive data list， 你把这个 data list 是不是得先导进来啊？导进来之后，请问它点 append， 请问是不是五个数据，是不是蹦蹦蹦蹦，是不是进去了吧？没有任何问题，这可以吧？我把数据是不是相当于存到这个模块里边去了吧？好了，我搜完了数据之后，我测一测，我当然是模拟的啊，我测一测有没有搜完数据，请问同学们，这意味着啥呀？是不是相当于把那个列表里边的数据是不是给它打出来我看一看啊？听懂了吗？也就是说看 主模块先搜数据，再去测试是否搜完了，这是搜，是我的调用，调用是不是是否搜完了呀？搜完了之后我接下来干什么呢？就调用这个模块里边的 handle date 来进行处理。请问你把数据存到这个模块这个列表里面去，我只要 from common import receive data list， 请问我这个地方是不是就应该拿到了这个列表吧？没问题吧？那么我接下来打印出来的数据请问会是多少啊？12345还是01234啊？你在想什么？那这个还在想吗？哎，我的天哪，你想干什么呀？这不是01234吗？是吧？在 Python 2里边返回四个列表，在 Python 3里边返回一个可迭代对象，我接下来 for 循环的时候他去取他的迭代器，接下来是不是每次取调用他的 nest 都取他里边的值啊？不是吗？是啊，忘了今天下午赶紧回去看看文果自信啊。好了同学们，是否也就是说我先调这个模块搜，我再调这个模块测试，没问题。我接下来调用这个模块里边的这个函数我去处理，请问这个地方是不是相当于我模拟了一个处理过程啊？我处理完了之后，我怎么处理？我怎么知道我处理完了，同学们？你要是处理完了呢，你就在这个地方，你告诉我一声处理完了，我就是相当于用这个变量是 true 还是 false 来标记是否处理完了。我呢就给这个 handle flag 这个变量设置由原来的 false 是不是已经改成了 true 呀？请问我的这种方式是怎么导的？就看我这种方式怎么导的。import common 可不可以？可以啊。你 from common import 这个和 import 这个是两次都会一定会导的。如果你要是出现了两次这样的或者是多次这样的，只有第一个生效，后面的这四个都不生效，听懂了吧？那么接下来请问我这么导的 receive data list 我就这么用，我要是这么导的 common， 请问 common 里边的 handle flag 这个变量是不是就可以这么用了吧？ OK， 这边来讲，现在这里边是存到那个01234，现在我已经把这个 flag 是不是已经成功的给它改成了 true 呀？改成了 true， 这个调用完了之后，我怎么模拟我处理完了呢？我测试测试，我又调了这个来测试。请问同学们，你既然是这么导的，你这么给它设置值，我接下来这么判断，请问是不是合情合理啊？那么将来，也就是说，先调接收，再调测试接收，再调处理，再调测试是否处理完。如果咱们能够看到已经处理完，请问同学们是不是标记的是不是咱们这个地方已经处理完了吧？处理完了之后回过头去让这个模块里边的 receive message nest 启动来接收下一条消息。接收下一条消息的前提是你上一条消息已经处理完了。大家看我是不是这个地方我再次判断它那个值啊？那么此时是不是请问应该是不是打印这个东西了吧？如果你这个地方打印已经处理完，这标记着它为 true， 那么这个函数再去调用的时候，这个哥们是不是就为 true 了吧？我接下来是不是应该去打印这个了吧？没问题啊。来接下来去看
我在这个地方卖的 PY 就这么主模块里边，为了将来去测试去用的时候非常方便，我就直接 from 什么什么 import 新这么多了。那么将来一个好处是不是就直接写 receive message receive test receive 这个，然后这两个函数名以及其他的你这里边有的是不是在这个地方是不是都可以直接使用了吧。好了，这几个函数全部调用都在这儿，注意看啊，运行一下看看现象。把它拖下来咱们去对比，先调 receive message， 请看第一个是不是 receive message 啊，先调的 receive message OK， 这是那个函数里边是不是打印的一句话吧。那么打印完之后处理完接收完数据之后，你怎么知道接下来你收到数据了呢？我接下来是不是就 test receive date 啊。好了， test receive date 执行，请问这个列表0134是不是打印了吧。接下来我又做了一件事情什么呢，我直接就是 receive message next， 请问大家看是不是你原来这个数据没有处理完，是不是咱们这个时候是不是直接就是打印这个东西了吧。也就是说什么呢，你接收完了你测试完了，你接下来并没有去调用处理，而是直接是不是接下来就要想要调用这个了吧。请问默认的这个值是几啊？ false， 大家有没有发现呢，默认的是 false， 是不是因此这个地方就发现之前的数据未处理完是不是等待中，请问是不是发现之前的数据未处理完是不是等待中了吧。接下来我再去调用 handle 处理数据，处理完数据之后是把那个全局的变量是不是给它改成了 true 啊。那么接下来我再去调用测试处理完数据，请问已经完成处理有了吧。回过头来我再去调用 receive message next 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这个时候这个值由原来的 false 是不是已经成功的改成 true。如果要是还是 false 的话，是不是还会出现这个？但是此时咱们现在是不是已经发现，是不是不一样了吧？这就验证了，同学们，一个大程序基本上都是这个套路，分成 n 个模块，公用的模块，注意听，公用的模块，公用的数据放在一个模块，小功能放在一个单独的模块，大家由 man 来开始发起调用，听懂意思了吗？这是一个大程序，基本上就这么写。那么我写完了这个东西，也没发现 bug 哟。请问同学们，是不是咱们刚刚说的这个过程，是不是也没发现 bug 了吧？那么这个地方啊，刚刚咱们是这么多的，没有发现任何的 bug。注意听，这个时候我要给大家稍微总结一下：如果你是 import 的 common， 按照我那会儿给大家说的那个意思，有两个过程：第一个，把 common 的 py 导入的 Python 解释器；第二个，定义了一个 common 变量，这个 common 变量是不是指向了你这个模块？是吧？如果我要是在 handle message 里边也 import common， 那么这个哥们理论上讲他就会再去加载，如果要是之前没有加载我才加载，如果加载了就不加载了，那么用 common 这个变量依然指向他。说的直白的讲吧，这个和这个现在是不是都指向他，默认值是几呢？ false。 你接下来在 handle message 里边通过 common 的 handle flag 等于 true， 是不是把这个变量给它改成了 true？那么将来这个模块里边他看见的 common 的 handle flag 此时就会出，一定是这个情况。这是用的是 import common 导的，同学们切记，这是 import common 导的。往往咱们大家在开发的时候，像我之前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什么思想呢？ import common 还得接下来去写 common 的 flag， common 的什么什么东西，是不是有点麻烦啊，同学们？我会下意识的怎么办呢？这么多把它打开，请问这变成了什么？ from common import handle flag， 这意味着什么？是不是相当于让我这个变量指向了这个模块里边的那个变量吧？能理解我的意思吗？那么这个时候请问，你既然已经定义了一个这个变量，那么请问接下来这个地方还能写 common 的 handle 吗？不能了，改成什么呀？是不是就直接改成 handle 了吧？好了，这个改完了，来，同学们，回到这个地方去。你原来呢也是这么导的，把它屏蔽掉，把它打开。注意看啊，我也这么导入，请问你还能直接这么设置了吗？不能了。那么你得怎么设置呢？理论上讲，是不是你得这么设置啊？我问第一个问题，这么设置之后，是否会让我的这个值
去修改了这边这个值呢？就是这个图。From come import handle flag 这个变量，没错吧，同学们？我想问的是，是否会修改这里边这个值由 false 改为 true？不会，为什么？你要明白一点啊，我再说一遍。当你的程序 from 什么 import 的时候，相当于有了这个变量，这个变量正好指向这个模块里边这个变量的值，听懂了吗？你接下来 handle flag 等于 true 意味着什么呀？你原来 handle flag 指向 false 没错，但是你接下来 handle flag 等于 true 是否意味着我接下来这个哥们由原来的 false 指向了 true 啊？是不是我原来指向这个 false，是不是现在我原来指向了一个新的 true 了吧？方向改了，也就是说你这里边没改。你注意看好，这里边我并没有改，听得清楚了吧？那么注意看啊，我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么一加，这没有改。那么接下来我把它换过来，请问在这一个处理完之后，我这么一设置，那么这里边会不会改呢？这里会改还是不会改？试一下，来看着。Python 3，把这个程序再运行一遍，咱们看一下这个效果。看这个效果，发现之前的数据未处理完，而且这个地方是不是也打印了？是不是未处理完？看啊，在 test handle date 函数里边未处理完打印出来了，在 handle test date 里边未处理完成，是不是这个哥们打印出来了吧？请看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定义了一个局部变量，局部变量的变量名和全局变量的变量名相同，是不是对大家是不是产生了一个困扰了吧？所以说这个地方其实就是个局部变量，局部变量等于 true。请问你修改了你指向里边的这个值了吗？你并没有修改，你说是个道理的吧？那么同学们，我要挑了心的想要修改怎么办呢？我加上一个 global，请问这是不是已经表示了说它是局部变量了吧？那么我接下来我就是想要修改这个全局变量，注意听。此时哦，我找到 bug 所在了。此时是局部变量呀，同学们，请问把它变成修改全局变量怎么修改？一个函数里边修改一个全局变量，请问是否意味着加上一个东西叫做 global？我加上 global，请问此时是100%的，是不修改这个全局变量呀？那么我现在修改了这个全局变量，那么请问我这里边的这个哥们儿是打印出来的这个呢，还是这个呢？打印哪个？你没有加 global，这是局部变量，你全局变量又没变，所以说你这个地方是不是默认是不是还是 false 呀？我现在加上 global，把它改成了全局变量，我给它改成了 true。那么请问这个函数，它们在同一个模块，是不是这个地方的值是不是也就为 true 了吧？所以说这个地方一定是已经处理完成。好了，同学们看到这儿都，这个地方已经变成了已经处理完成了，原来是不是未处理完成？大家还发现了个问题。为什么这个依然是等待处理完成呢？就是这个为什么它还是 false？这就是问题。同学们，这个地方呢，我想给你表达的意思也就差不多清晰了。如果你要是 import 的 comment，注意听，如果你要是 import 的 comment，实际上是在你的这个模块里边，你定义了一个变量叫 comment。这个 comment 相当于指向了这个模块，听清楚了吧？你如果也是 import comment，相当于这个变量指向了这个模块。你修改这里边的这个 false，这个值由 false 改为 true，你是怎么改的呢？是 comment 点什么什么等于 true。请问 comment 指向谁？是不是就修改谁啊？comment 指向谁啊？comment 是不是指向这个模块啊？那 comment 指向的模块里边的 handle flag，那不就是它吗？由原来的值给你改成 true，请问此时是不是真正的给你改成了 true 啊？我把你的值改成了 true 之后，那么请问你接下来 comment 点 handle flag 再去取值的时候，请问取出来是不是就是 true 了吧？所以说这个时候你是通过 comment 指向的东西指定修改里边这个，但是你如果要是 from 什么什么 import handle flag，那就完了。为什么？From comment import 什么什么，请问是否也就是说我这个地方定义了个变量叫 handle flag，这个变量指向了谁？我就问你这个变量指向谁？
这个变量指向了 force 这个值，也没有指向这个模块，你听得清楚了吧？变量指向了这个值，那么你接下来即使用 global 来修饰了这个变量，那么这个全局变量等于 true， 请问是给它里边的值吗？是给什么？是不是把这个全局变量由指向那个，是不是给为指向这个了吧？对不对，同学们？那么因此导致的你接下来其他的模块里边，那么这个变量不是也指向这个值吗？那么请问这个值是不是根本就没有被改啊？因此就导致了你这两个模块之间沟通是有问题的。我告诉你，我之前我就遇到过这个坑，花了很久我才跳出来。因为按照我的思想，我告诉你，按照我的思想，我是这么理解的 ：from common import handle flag 呢，不就是这个 flag 吗？那 from common import handle flag 呢，不就是这个 flag 吗？那么这个 flag 等于 true， 那不就意味着它将来取值值是不是就变成了 true 呀？我原来我一直这么认为，但是到后来我验证之后，根本就不是那回事，听得清楚了吧？也就是说，你 from 导一个东西的时候，你 import 后面那个值，实际上就是在你本地定义了一个变量名而已。实际上定义了个变量名而已。那么大家想想，原来咱们都这么说啊 ，a 等于100 ，a 等于200，请问啥意思 ？a 刚开始指向100，后来 a 是不是又指向200？而不是说把 a 指向的那个100里边的值由100改成200，没错吧？是 a 原来指向一个地方叫做100。现在不指向它了，是不是让 A 指向一个新的地方，是不是200而已啊？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吧？对吧？因此就导致了多个模块之间，如果你要是有共享的数据放到另外一个模块的时候，同学们切记不要这么做，你这么做是不是根本改不动呀？这个地方根本就改不动，体现出来了吧，同学们？那我言外之意，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这个地方它不是一个这样的值，而是一个列表的话，我能不能通过 from 什么什么 import 这种方式往列表里边添加值，这里边能够得到呢？行不行？不行。为什么？行又为什么？请问出现这个问题的核心原因是什么？你要明白核心是什么。核心是我想修改里边的值来，但是我这个变量是不是指向了一个新的值啊？是指向变了。那么怎么着，同学们？你把这个换成 list， 来咱们试一下，你把这个换成创建一个 list， 那么大家想这个哥们是不是已经变成了一个列表啊？变成了一个列表，那我要问你了，我这个变量怎么着，是不是指向了这个列表呀？那么我接下来这个列表点 append 的话，请问是不是会向这里边添加数据呢？会不会？会，100%会。但是如果我这个列表等于一个新的列表，那它这里边是不是会有数据吗？不会啊，不会的啊。记，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如果我要是把这个地方给它改成了一个列表112233，里边有112233，如果你接下来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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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 append 44，那么确确实实是把44往里边添加，这是100%的。但是如果你为了往里边添加一个新的值，你接下来的做法不是 append， 反而是这个东西等于一个新的11223344，请问能不能改得动？改不动。是不是也就是说此次是不是又指向了一个新的列表？新的列表是不是它根本就没变啊？是个道理吧？因此将来这个地方根本就不变。好了，同学们，通过这个地方你也能验证出来，是不是将来多个模块开发的时候，是不是一定要切记这么一个特点，否则就踩坑了。我原来就踩了不止一回，踩了好几回，啊！昨天晚上呢，终于把这个东西测试第一的整理完了，啊！这个地方给大家说一下。